手不容易，美秀希望全幻灭啦。不像我们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反而吃胃散，然后吃完之后还是消不掉，是不是因为就是也是这样的问题？放屁臭，肚子胀，大肠水肿。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压，这样子压会瘦吗？我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啦，对，但是我会建议，他现在都不用了。对，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10:15，请锁定这是吴亚博。